小朋友们，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以前，一定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和关注哟。小迷你们，你们好！我是甜甜姐姐，我是郭姐姐。今天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个疯狂的泡泡。这个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玩没玩过，这个可是我跟蝈蝈姐姐小的时候特别爱玩的一种玩具。对，就是学校门口经常会有那种小商贩卖，对，然后我们就会把自己零花钱全部攒起来就买这个东西。对，这个东西要怎么玩呢？可能有的小朋友不知道，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好，就是把这个打开，然后这个上面有个尖尖，把这个尖尖扎到这里面，然后就是哎呀，要给它扎一个眼儿出来。对，然后要把它挤出来。这个里面就是像大鼻涕胶一样的东西，给它挤出来。我先从底下开始挤。我就拿出来这么多吧，然后。行，你给小朋友展示一下我们小时候的玩具。然后把这个管子插进去。然后呢？捡起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哎呀！等等，这个泡泡跟你们平时玩的泡泡可不一样，你们看。而且它是双层的，你看。哎呀！而且它不破，对，它能弹来弹去，你看。你温柔点。对，就是这么玩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我跟甜甜姐姐要用这个泡泡来做一个比拼。第一轮我们要比的就是用这个东西，谁吹的泡泡大。对，没错。那让我们开始吧。好。我们先把这个打开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一轮呢，我们每个人是持有两个这个泡泡胶，对，然后看。把这两个泡泡胶都挤出来，看我跟我姐谁吹的泡泡更大一些。对，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有信心，因为我小时候经常拿妈妈给的零花钱去买这个东西。来，先给它挤出来，全部都挤出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准备开始吹吧。这是多年经验，一看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淘气的孩子。这个我还没有什么技巧呢，吹不动啊！哎呀，吹不动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！好了。啊，真的很像芒果，别辣！真的很像芒果哎。可是为什么我挤出来这么多，我只吹了这么小？你发没发现我这个尾巴剩的特别少？哪呢？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啊，可能是我刚才捏的那个地方太紧实了。对。我这个更像芒果好吗？所以说呢，这一轮蝈蝈姐姐获胜咯。耶、yeah! 那我们看看第二轮吧。好，第二轮呢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这个道具。对，这个跟我们刚刚的那个泡泡其实是一样的，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手套上面可以颠来颠去，颠来颠去。 它也是那种跟刚才那个泡泡可能是有一些原理相似的地方，也是那种吹就是碰不破的泡泡。对，所以我跟蝈蝈姐需要拿这个东西这个吹不破的泡泡。所以这一轮呢我们要比试的就是看谁一次性颠得多，还有就是我们来回这么撞击这个泡泡。那让我们打开看一下吧。好，我刚刚打开看了一下。嗯，这个里边的这个液体呢跟我们刚刚那个黏黏的胶不一样。对对对，这个是一个水状的无色无味的一种气体。所以这个泡泡液体所以这个泡泡呢是特别容易破的。这一次我们要比的就是谁能把这个泡泡给颠起来，然后刚才颠的数量最多谁就赢了。那你先吹一个我看看。好，这次是试验。看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没了，四个。哎，这个我是给你示范一下的。哦，我知道。这个泡泡嘛，不要吹太大，如果吹太大的话就容易破掉了。哦。那我
你先来吧。不，我俩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谁先来，因为我刚才都示范一把了。行，来吧，石头剪刀布。那我先来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9个，10个，11，12，13，14，15，16，感觉我的一只，17，18，19，20，时间静止了，21，22，23，24，哎，上面还有一个小泡泡，哎，好，郭姐吹了二，不，郭姐不是吹了23，郭姐垫了23个，对，到我了，加油。快一点！一个！哎呀，粘上了，什么意思？粘上了，粘上就算一个了。哎呀，是真的是一个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申请。你要不再试试？再试一次。谢谢果果姐姐。要不给你算一个，要不给你算四个，把你刚才试验的给算上。好嘞，算你四个吧。果果姐姐这轮获胜，然后现在呢， yeah! 你们需要互相打这个球，看看就像乒乓球那样。对对对，看谁在那，谁那里爆。嗯，看我的吧。你吹一个。好，我吹一个。看看谁在谁那里爆掉。郭郭姐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嗯，你说。郭姐，你吹一个，我俩来打，行不行？行啊。如果这次还在我这里破，还是不，我承认我是弱者。哎，我可能是泡泡女王，我是泡泡仙女。哎，古姐姐，果果姐姐，果果姐姐给我的落地点太不好了，对我不利呀、啊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第三轮，你能不能扳回你泡泡什么玩意儿？泡泡仙女的面子呢？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。最后一轮了，最后一轮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个。这个一共是有30组，然后每组有5个。现在我们两个平分，那就是一人15个呗。把所有的都混到一起，还是看谁能吹出巨大泡泡。这是我最后一回能扳回我仙女国仙女公主的面子的机会了。跟泡泡有什么关系？呀，对呀。啊，不，哎，什么仙女？泡泡仙女说错了，我是泡泡仙女。好了，你要上半部分下半部分？我都行。那随便。这个归你，这个给我，完事了。那我们先来几交吧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。是我跟郭郭姐姐刚才一人挤了15管泡泡胶的成果，手都快废了，手都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有一个大粗管，还有2个小细管，我们可以选择来吹泡泡，来吹史上无敌巨大的泡泡。对，这是我们要挑战巨难的任务。哎，你那个郭郭姐姐，你想用哪个管吹？我想试一试先，但是我怕用粗管试完之后那个胶硬了。你说的也对哈，对呀，但是我又觉得这么大，要是用这个吹吧，还借不上力。你说的也对哈。啊，我说你怎么说都有理，毕竟我是泡泡仙女。行了，我用小管吹了。来吧，其实我想骗郭姐用大管吹一下，我看一眼行不行。啊，你确定小管能吹起来吗？郭姐，没事，我肺活量大。好，现在是史上哈最最最最大的泡泡 PK。对。好，我用大管吹，给你们见证一下子奇迹。其实我觉得大管应该也还可以。好吧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棒棒糖，真棒！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这个歪了，固定一下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我
十分。这是什么？慢点慢点，等底下那个胶往上走一走再吹它。等等啊！我有小罐儿。如果想要吹泡泡，也可以去买来吹着玩一玩哦，看看能不能